他是阿布力吗？对，大家都叫他东东。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可爱一个，可爱一个。他叫软软冰，东东和我们拍摄组拜访了他的家，特别喜欢动漫的软软冰，他不光看动漫，而且还做关于动漫的视频。他做的有个系列是要全日本到处奔跑的，叫做软游记。动漫迷一般把画在动漫中的实景地叫做圣地，他每来到一个圣地就会拍摄和动漫中一模一样的场景。哦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哦哦哦哦很厉害吧。你朋友是吗？这是我啊。哦，是你吗？这是剪辑出来的。啊，听不错。你为什么想到做视频？做视频就是之前说来日本觉得这些有很好玩的活动，很好玩的店，还有这样的圣地巡礼的地方，所以觉得一个人看不如分享给大家嘛。我好像拍照片不怎么上相，拍视频还能好看点也是一个原因。他剪辑视频时的状态很独特，一边吃零食一边喝饮料，还要披上橙黄色的斗篷。なぜこれをかける必要がある？いや、アニメ見たらわかるよ。所以我看了他说的那部动漫，这个可爱的主角也披着橙黄色的斗篷，特别爱吃零食和可乐，爱着动漫，爱玩电脑。对，他和软软冰太像了。软软冰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学过剪辑，全是自学。他说每天剪辑对皮肤不好，因为经常熬夜，所以黑眼圈会很重。从小一直喜欢动漫的软软冰，国内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来到日本上研究生，学习媒体设计。每一项我都能做，但都没有那么厉害，所以还要学习学习，向大家学习。一次没有台本的旅行，今天阿布力参加了一个日本美女网红们的私人聚会。这天是休息天，所以软软冰要出去拍视频，我们跟随着他，想看一看他做视频的过程。这个自动贩卖机侧面的画是他今天拍摄的主题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四月是你的谎。四月は君の嘘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他说这个车站附近有很多跟这个动漫有关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个车站有这种东西啊？因为这是他的舞台，最主要的舞台所在的地方。他在这儿？对对对，他们的什么上学路啊。而日本有很多这样的车站，非常好玩。而有的地方还会有声优的签名。日本现在还流行这种。是吗？对。就你们两个也不带个助理？有时候拍展会会带，但平常都不会带。这天是四月份，我们已经来到圣地了，就这里。所以还是樱花盛开的季节。这个石神井公园的樱花是这部动漫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，女主角经常会来到这个公园。可是今天本来想起大早，我以为下雨嘛，大家就不会来占位置了。其实是一定会有的。不如系统。
地下有很多蓝布，大家为了看樱花早早的就站好了位置。这就是动漫和现实的差别。软软冰只好找拍不到蓝布的角度来拍摄。帮我一起剪花瓣吗？我帮你剪花瓣。咋在椅子上？好好好。因为动画里的那个上面花瓣很多，现在还不够多，所以要剪一点撒上去。这个凳子就是主角和黑猫见面的地方。嗯，谢谢你的小机器。我会进去吗？你进不去，进不去就啊，正好挡风。我帮你挡风呢。你以为我每次说这个，我帮你挡风呢。他特意事先买了一个点心，动漫里的主角会把这个点心喂给黑猫。看他的位置，先伸一下。没了没了，一会儿没了。有光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的，保持一下，一二。最重要的镜头是女主角会跟猫说的一句话。娘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娘。OK。娘。すごい。娘娘。这个点心在这里可以买得到。这家店也在动漫里出现过。啊，会快点的吗？里面的吗？そう。那个インチリン系なんです。なんでアニメでここが使われたんですか？知らない。あ、知らないんですか？たまたまなの。どうだと思います？他说你想买这个的朋友们要周末来买才可以买得到，因为平日他没有的。这个点心味道到底怎么样？哎，有点太凉了，太凉了。嗯，太有便宜了。然后我把点心也给了摄影师。他的感想是，软软冰今天一刻也不停，因为他平时是上班族，拍摄视频的时间有限。我们在拍现实和动漫对比的时候，他在旁边还不忘学习。先ほど見てる、何を撮ってるか見てるです。車ばかりですね。残念です。残念です。同时做导演和主持人的他，每拍完一个镜头都要确认拍摄效果。OK。地道に。確かに。还好没人。啊有。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就这个外里面。这是一家汉堡店。也是圣地。这个拍照，这个照片吗？一会儿。来，来ました，来ましたよ。这个汉堡差不多和软软冰的脸一样大了，所以吃汉堡的时候脸一定会变形。啊。我也是。你吃个。这个是真好吃。juicy。软软冰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对，有一点。哎，可以。你说吃包子。没咬到肉。肉に届いてない。下午视频拍完了，
因为东东有事儿，一个人暂时离开了。之后，我们和软软兵来到了浅草。一些小改修呢，还有。朱然换上了和服，因为今天他召集了一些朋友，要一起参加一个聚会。周姑娘，对，一个是番茄娘，啊，番茄娘，对对对，都是我拍视频认识的朋友，啊，对的，番茄酱的那个番茄，对，啊，对吃的那个番茄酱，啊，他说番茄娘非常逗，啊，粉色的好看，啊，没有的很多，但是我觉得还行，刚刚拿我被逗过来的，卡欧给，卡欧给难的。出发！我也第一次穿呢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无所谓，得该无所谓。真的，日本人不怎么穿那个和服吧？是吗？对啊。哪里拿近点呢？我看看。因为阿部桑一代可能没有穿那个。我觉得。那天你拍完节目之后，就会让我有一种赶紧把公司辞掉去拍节目的感觉。很爽，挺自由的。对，就很轻松，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这样。啊，一点。啊，一点奶油好像可以拍很帅的感觉。我们来到的是于田公园。超过20个朋友聚集在这里一起吃饭。エビ大好き，最喜欢吃虾了，各种虾都喜欢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ちょっと冷めたけど、美味しい。有点凉，但是很好吃。这两个人，カメラマンだからこの二人。他们都是通过做视频认识的。工作过来的，对，是代理哟。啊，代理哟。啊，从南京过来的吗？不是，从广州飞的。啊，从广州。从来没有穿过和服，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樱花。啊，你不说。东东也终于来了。哦，谢谢。我看你哟。他来了。啊，东东上。那个。何にどうしたの囲まれて。何美女に囲まれて。全是美女。全是美少女。都是我带来的。我很幸福，非常幸福。都是我带来的美少女。那你呢？我幸福的时间很短暂。太羡慕你们了。这边是番茄娘，我也很喜欢番茄。我手很冰，你别跟我握手。番茄娘，哎，你为什么叫那个什么暖暖冰啊？软暖冰，你知道我都是还是冰啊？是我很喜欢“花花”这个词，然后就很软嘛，这样的对。然后我的本命里面有冰，所以就是。那我们来干杯吧，好，刺激他一下，他不能喝。干杯！那你是在日本的旅游？是在日本的旅游，就是anime 大好き，喜欢动画，喜欢动画，对，就是喜欢动画的一切，所以我会去看他，去买他的周边，然后去逛他的店，去参加展会，然后到现在做圣地巡礼，就全部都是跟动画相关的，然后我的工作也是跟动画相关的。是以后还是会继续在日本吗？对，我很喜欢日本。很喜欢日本。以后想做自己的节目，就
专门做节目，跟你一样，就在日本，跟你一样，在日本，把日本介绍给国外是吧？对，把我喜欢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不一定只有日本这样的，其实有很多动画已经到英国呀、欧洲啊、美国取材去了，所以我之后想去更多国家。嗯，阮阮冰的采访结束了。你这次他的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不光是一个爱好动漫的人，他还要说把他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。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，然后他自己又能做到这个，而且他一个女孩一个人在做，我觉得挺了不起的。我们也向他学习。是啊，你也学习编辑吗？我学编辑，然后自己演啊。那不要我了，对吧？东东终于来到了中国，从下一集开始播出中国片，介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。敬请期待。我们现在每集都有回答问题中大奖的活动，这集的抽奖问题是，详情请查看我们的微信微博。何之梦频道每周四更新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哦。